啊，这是。他们就跟着我爸，每天就收拾桌子家具。你别听他的，跟我去吧台，我们有吃有喝的。他俩一个在站着，一个在收拾垃圾。这样吧，我当你师傅，你可以看人打球去吧。他们废话干嘛？走，跟我走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去这就来面个试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没有啊，我们都是面试啊。不是这。文总，慌什么？坐啊！好，那啥，你是这儿老板啊？什么时候入职？不是，我这就通过啊！我去，哎，你们慢点慢点，都没事吧？啊！出去！哎呀，你那么凶干嘛呀？哎，你是不是早知道我要来，这故意的？别自作多情啊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我是老板，以后你得听我的。我就说你没安啥好心，说你是不是想剥削我？以后我听你的。文总，刚刚有个客户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那什么圆圆，如果他们不认你的，但是他们大家认识的。哦，好的。你干嘛？明天跟着姐姐带你吃肉。